因为我们今天只有我看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高中生在现场，然后有没有第一次来到哲学星期五的朋友？哇，好多，一半，好，请放下。就是有来过忘了有没有来过这样，好，没关系，不管你有来过或没有来过都很好，就是因为可能有人第一次来哲学星期五，所以不知道哲学星期五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公共论坛。那所以我稍微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就是哲学星期五在台中呢，我们是从去年的2014年1月17号在台中举行的第一场的哲学星期五。那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半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办共同工作空间，那都会有固定的哲学星期五的论坛活动，每个礼拜的议题也都不一样，我们什么议题都可以谈。其实我们会有办这个哲学星期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各位同学你可能会觉得说你目前在一些媒体上接触到的一些公共的资讯或公共的议题，可能我们都只是很片面又很零碎，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好好针对那一深入的去谈。所以你就大家有看过争论节目嘛，对不对？争论节目都在干嘛？吵架骂人，对吧？那所以你会比如说今天做同样的一个你这个台中女中的这个短裤小革命，你放到那个TVBS 谁讲的我没讲过，你放到那个争论节目上去，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它的重点是在于你们穿裙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很片面的东西嘛，这个东就可能讨论说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深入的去讨论。那可是我们回到今天在哲，我们希望说今天不管人多人少，今天如果只有来两个人，来了50个人，我们一定要把事情谈清楚，对不对？他不会因为你人来的少就不应该把事情谈清楚，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把很多事情要讨论清楚，然后这些事情背后带有什么样的一个公共性，我们未来又可以如何针对我们讨论这个议题，大家如何去行动去改变一些事情。好，那就是哲五希望说可以在台中带来一些目的，所以就很欢迎说每个礼拜五晚上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来哲学星期五，没空也没关系啊，因为礼拜五很重要，你要约会啊，看电影，或者你今天要去看什么总冠军赛都可以啊，就不一定说一定要每个礼拜来，可是你如果有觉得更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去参与活动。那你觉得哲五的议题很有趣，你就来参与哲五，所以它是一个很开放、很弹性的一个公共论坛，所以不是叫你说那你下礼拜还要来哦，这样子我们又不是教会。不好笑了。好，那所以就是大家有空就可以来这样子。那我们哲五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把事情讨论清楚，所以可是因为人那么多，我们怎么把事情讨论清楚？所以我们一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自我介绍，每个人有10到15秒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说你是谁啊，你为什么来啊，这样子不用讲太长。一个人讲10到15秒，就可以把你的一个目的讲清楚，或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很简单的陈述清楚就好了，好不好？不要有压力，因为自我介绍就是说，是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因为可能在学校老师会觉得说你那有疑问去，不要乱讲话这样子。可是其实在这里，我们没有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们不是来这里找正确答案，而是说每个人在这里，你讲出你的一个态度跟立场。我是鼓励大家这样子做，鼓励大家表达出你的态度立场，你不要害怕说我的态度跟立场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又怎样呢？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表达自己的态度，表达自己的立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开始去反省或反思说为什么别人有这个想法，那别人的那个想法为什么跟我不一样？那这些不一样的当中，我们就是形成我们讨论的一些共识，有差异没有关系有差异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表示说我们社会状况那么多元不像是古早的年代，或者你在学校老师希望说你们最好是怎么样都穿制服嘛，对不对？我们这些愿意那所以大家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害怕，好不好？那对，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团体，
吃工，我们都是吃工团组成的，包含我也是。那所以大家如果会后呢，你觉得身边的零钱太重了，我们把你把它丢进去没有关系。好啊，如果真的很多零钱，也别不用害怕，因为这可以装很多了，比三只小猪还多。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自我介绍，好不好？不要害怕，我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叫刘玉玉，我不是第一次来参加哲舞，可是我很喜欢今天这个议题，因为我更想知道说，如果相同的议题在国中生为主的一个校园，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火花？那当然，这更是国中生，对，那这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应该说对老师也是一个更可怕的挑战。嗯，好，谢谢。其实所有的老师啊，因为我们大人都当过学生，然后我当学生的时候，我都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以后不要变成我讨厌的那种大人。所以我们当大人永远要记住这件事情。那么各位大家好，我是台中高中的学生。台中高中，我以前也念台中高中。非常好，我就是因为看到觉得，对吧？现在教官都在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生气啊。像台中高中今天也有一场小小的革命嘛，然后，对吧？怎么样的革命？大概就3000多人，不要骂九个教官。不要怎么样？不要骂九个教官。不要骂什么？不要骂啊！不要骂九个教官。九个教官，嗯，干得好啊！不要害怕，对吧？因为违法。对啊，教官还在我们学校里面嘛。啊，因为其实教官有一些教官人很好，对不对？就很关心学生。可是教官他的工作是什么？军人。那我们也可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讨论校园。就是说，教官到底要不要在学校里面？那遇到很好的教官的时候怎么办？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要叫很好的教官离开学校呢？当然也有其他的理由啊。大家好，我叫彭俊佳，然后我是跟我太太一起来，他是那个原本在工作机会。然后我自己你要介绍你太太她是什么？你要介绍你自己。因为我说不是过来这里的。然后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台中的学生，所以我也蛮好奇说现在就是现在的学生们，台中学生到底跟我们当年有什么不太一样？好 ，OK。刚已经被莫名的被介绍了。好，我是人本教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我叫怡文。那我在基金会处理的就叫校园申诉。所以呢，其实我今天是来收集情资的。如果你们有任何那个教官很奇怪啦，学校那个规定太多啦，然后学校管太细啦，请来打电话给我，我今天会发名片给各位。好，校园申诉啊，校园申诉来，要申诉的快啊，人本教育基金会台中办公室。有开了，开了，大声一点。我是台中女中2年级的学生徐玉，然后就是来就深度了解我们这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自己蛮特殊，然后我很喜欢穿短裤，我今天就穿，就社课。然后如果我穿那个，我们社课就是肢体开发，然后就是一定要穿裤子，然后肢体开发就是能穿越少就尽量越少，因为要动全身，像我上面穿制服还是很卡。然后，所以换短裤最好的，因为一定得用换短裤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穿制服，然后加裙子，然后直接换短裤比较快。那如果我们今天能穿运动服进校门，然后配短裤，这样子我们也不用这样混搭。学校比起看到整套的运动服，他们看到混搭应该会更不开心吧？混搭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啊。那是逼不得已的做法，因为裙子换裤子真的比较好换。对，所以就。想跟制服了解。OK， 那你觉得你们学校制服好看吗？我自己蛮喜欢，就是喜欢就好。不知道为什么学校会觉得运动服改革以后制服会消失，这口袋那么好用，到底怎么办？对啊，这样口袋问的。我们也可以主张制服的好处，对不对？制服的魅力啊！对，它可以塞手机、塞水壶、塞铅笔盒，通通都 OK。多功能的，对吧？还可以塞食物，塞有没有 Gore-Tex 的功能，对吧？什么都能塞进去。OK OK， 很好，好，大家把握时间哦。谢谢。要工商服务也可以的。大家好，我叫郭真霖，然后我是人生第一次警告，就是因为穿了4次短裤，然后因为学校基于安全问题，然后我想说的是，我曾经在。
在学校奉公守法，坚持传统，穿了件裙子，然后我被嫌裙子了。然后我很刚好的是没有穿到短裤，所以我觉得学校的理由蛮神奇的。大家好，我是台中女中高二的学生王思涵。然后因为很关，就是还蛮关注这个议题的，所以今天就想来。然后其实我很讨厌穿校服，不管是制服还是运动服。所以可以穿便服也很好，对不对？对。大家好，我是台湾女中二年级的学生曾雅欣。然后我到现在不知道学校为什么不让我们过，所以我就来了。大家好，我是刘承佑，然后我是今天主讲的陈子璇的朋友，然后我是跟他一起来的粉丝啊。好，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的学生。这是国立高中。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很奇怪的规定，等一下可以深谈一下。好。我们彼此来分享一下你听过奇奇怪怪的各种规定，好不好？对，会有很多就是我们觉得对学生不公平的事情，所以今天想要来去了解一下。好。我跟他一样是暨大附中的同学，然后我叫林明彦。因为我在想说，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权益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到校园之后就被限制的非常的紧缩，就觉得蛮不公平的。有权利，可是为什么会被限制的？对，就明明自由。然后我们今天那个大法也会可能会跟大家讲说，哎，那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权利的问题？好，谢谢。大家好，我是也是暨大附中，然后现在是三年级的学生，我叫陈子璇。陈子璇吗？陈子萱。萱好，差不多音。然后我非常期待有一天民主跟法治能够进到我们校园。好像你们学校是那种大外之国。高一的学生，台中女中高一。对，我是蔡雅纯。然后，因为就是第一次活动，就是在升旗那个时候的活动。那时候，因为其实我很支持，但我真的很怕，所以我那天就没有站起来。没关系。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就是事后就有点小小小的难过，就是自己能够拿走。对。不会的哈。然后所以，然后我想要对这个议题有更多了解，这样我才有就是站得住脚去告诉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就是说我们的立场是什么，谢谢大家。不要害怕，因为其实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个，因为是某种程度的公民不服从，但是都要付出代价的、哦、啊，所以不要因为说自己没有做就觉得害怕，可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要去支持别人，好、哦、那个大家好、啊、我也是高一，然后我叫林雅文啊，我今天来就是也是想要比较多了解这个议题，然后支持一下学姐，然后也支持我。大家好，我是范雨欣。然后我来这里大概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我觉得穿短裤没有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穿短裤。然后二三个理由是因为我们班导在那边。你这个没有那个上对下的那种要求，我们不要了，他们要求你们一定要，没有，我自己想的。然后另外理由是我还以为我可爱的燕琪老师会很好认识。好，他会，他等一下会来。他等一下会来，好，我很期待。就是我觉得穿短裤没有错，而且穿短裤非常的方便。就是夏天的时候，那件运动长裤真的是热到爆，那个学姐他们都知道，就是热到爆，就是一直狂流汗。然后早上有很多人都会跑步，然后跑步的时候穿那个长裤，实在是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接着要上一整天的课，就对，然后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你还要进教室，然后再换短裤，真的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可以开放，我想听听就是其他人的意见，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也是那个台中女中一年级的学生，然后我跟他同班，所以也是为了班导来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那个燕琪。然后还有就是我想了解，就是到底那个就是穿短裤会不会开放穿短裤，到底会不会造成就是制服消失之类的？开放穿短裤会不会造成制服消失？这件事情我们再等50年看看。好，来。大
大家好，我是台东女中高三的学生，我叫刘子萱。然后我今天来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学校处理的态度非常不满意，然后呢，我就觉得非常不舒服。然后加上学校今天发了一个很瞎的问卷，我生平第一次在问卷上写这么多的意见，哇！学校发问卷是广纳民意的意思，对，可是很瞎的问卷，哦，瞎的问卷。对，然后我生平第一次写那么多字，我实在是觉得。那道问题让我全身上下都不舒服。差点想背个反过来写吗？大家好，我是台中女中高三的吴宜萱。我其实从公民老师那里知道这个折五根，然后因为学校今天发问卷，昨天也发一个很奇怪的家长问卷，然后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奇怪，我就想多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就来了。那你们如果说像在学校做那种像折五这样的方式来广纳学生的意见，会不会好一点？嗯，学校不会做这样子。我开多少说明会了？当我没说。大家好，我是台中三年级的学生，然后就是我们四个其实是同班同学，我们也是从就是我们东明老师的那个就是那里就是苏远老师。苏远。所以学校设计的问卷很有问题，对不对？就是前面讲老师不是都应该要修研究方法？前面讲方法我们很好，可是后面都是一些真没看清楚的话，可能会被骗的。有没有人把问卷公布在网上？有，我报已经有讨论团，然后我们等下会讲。好，接下来。然后我就是台中中山系的甄选，然后我今天。其实我今天主要是来听在学姐讲话，所以就是立体学习。因为就是我在可能 MBA 各种版上面已经看，就是看了很多人的言论，然后就是各校的学生，就是我的同学来问我，然后我也，就是我都有跟他们解释，然后我有点累，因为我就一直在跳舞针。好，就是今天主要是来听学姐讲话。好。大家好，我叫小佩瑜，然后我是第一次来到折五，然后是从我们的国文老师那里知道折五，然后对这个国文老师，对，今天什么老师都有，好，公民老师，好，国文老师，对这个议题有兴趣，所以就来了。对。大家好，我是魏芳，然后我是传播系的大学生，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是学校有学一些就是比较新闻相关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从新闻的角度去看这事件，应该会跟当事人说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不过其实今天两位他们其实也是学校这个恶报，也是一个媒体的角度。他们其实除了既是一个报道者，同时也是行动者，哦，所以我们可以待会也可以请他们分享一些他们的角度。大家好，我是玉芳，我是第三次来折五，然后我觉得这活动非常有意思。而且今天看到那么多高中生，我非常开心。很想要看看，就是每个同学的想法，然后回去可以跟我的学生分享。OK， 好，很棒。大家好，我是嘉义，我是台中女中老师，也是校友。然后平常都在讲台上课，然后今天有机会可以坐在下面听同学分享，觉得非常荣幸。大家好，我是折五的志工，我叫凯轩。那其实前一阵子，因为我还是会看什么靠北文化，或者因为我是文化高中毕业的，然后看什么靠北文化，或者靠北台中女中之类的。那看到就会觉得好热血，现在觉得好热血。那就是你们加油这样。我叫塔秋，然后我是彰化高三，毕业很久。然后我们学校以前是可以穿那个运动服进学校，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不能穿运动服进学校这件事情很吊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学校比 NCC 还严格吧，不能露腿，都打马赛克，谢谢。大家好，
冒写文章的意思。对，又要帮我写文章，只是。好，那你可以今天把这个活动把它摘要写下来啊，报道一篇嘛，也是一种。大家好，我是东海社工系的学生，我是玉问。然后我今天来就是好奇说是怎么样子的历程让他们想要发起这个行动。嗯。然后我自己以前高中是还蛮自由的，就是可以混搭，然后甚至可以穿便服，然后教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嗯。谢谢。大家好，我也是东海大学社工系的学生。然后我是高雄人，然后我之前读的是一个职业学校，但是它其实也让我觉得蛮吊诡的是，我们冬天没有，我们制服都是只有裙子，所以到冬天的时候，其实学生只能穿裙子，就冷死。对，就冷死。对。然后我们有曾经跟学校反映过说，老师为什么没有制服没有裤子？那这样子学生，因为我们学生有，你们是女校吗？纯女校还是说没有是混？所以就冬天的男生穿长裤，女生继续穿是裙子这样。是，而且有些同学是骑脚踏车来上学的，那冬天的时候，那个风是从裙子里面往下灌上来。还是因为高雄会冷嘛，对不对？高雄还是会冷。对啊。我在想说学校的就是行政人员或老师是觉得高雄不冷，他们可能是北部人。所以对于校园民主跟学生权利这个部分，我还蛮想多了解。很好，谢谢。下一位，我是大明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嗯，大明高中。是郭老师找我来的。很好。感觉有受骗的感觉。啊，受骗了。成功加入叫暴力啊，那样。没有跟我讲要自我介绍。哦，没有讲要自我介绍，不要害怕嘛，没有正确的答案，都可以讲。大家好，我叫林秋露，我也是跟郭勇老师来，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如以为过的话就开红单，那我们老师说。黄单。红单。红单是要干嘛？会扣分。扣分，扣什么的分数？班上。班上还是？个人的分数，班上的分数。然后老师说，如果连做法就对了。OK OK， 现在还有许红牌，赶快，可以赶快告诉我。啊，等一下书号可以找我们啊，找人本身数哈。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的学生。那今天我会来的话，一来是反正就对这个议题很关心。那第二个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其实不久以前，一年前左右而已，也遭逢了差不多的事情。然后在那时候呢，我从一个乖乖牌无万生变成每天进出校安中心的学生了。所以我先讲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第二大学生制造公司的企业学生啊。然后什么？那是什么学校？我忘了。就是台中二中。啊，我是。然后我叫黄秋，我每天都没有在读书，都一直在写论述。然后。对，都在写什么？都在写论述和一些文章。哦，我以为每天都在写脸书，没有这样。对，在脸书上面写论述，然后对，在学校一直在搞学权和还有公民觉醒，但是都被一群奴性深重的老家伙打枪，所以这个世代的对立好严重。毕竟我是王小波的学弟啊，然后对于这次女中的短裤运动也一直在 follow， 然后同时这两天我们学校的服役改革也正以非常诡异而且片面的方式在进行，那这个我可以之后再讨论。好，大家要快哦，哈，自我介绍要快。我是女中科大的学生，那其实我是蛮不太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定，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松的，就是甚至就是。有人3年我都没有看过他穿过制服这种东西，所以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会规范这些东西？好，现在是大学生，以前那可是我们其实现在大学也没有比较民主啊，好，大学里面的校园自治也没有比较。你知道念了大学女生那个宿舍还有冷静的问题，很多学校都有哦，什么12点，那好像那个灰姑娘要打在里面。大学也有他的问题。大家好，我是文华高中2年级的学生。然后就是我们学校这学期初
校规大改革，不止书包，不止书包，不止书包，重要要讲三次。然后校规大改革，对，改的比较好还是？也很烂，改的更烂，已经变成戒严时期了。那我小小推销一下，我们这一届的校庆纪念品有一个小徽章的标题叫做戒严文华，请大家多支持一下那个徽章。然后就是今天来，这是戒严传统全新感受。大家好，我是国中英文老师，然后我觉得学校里面有很多规定我也觉得很不合理，然后我会尽可能的帮助我的学生就是争取他们的权利，然后同时我也是台南女中的校友，我下一届的学妹就发起了男女脱短裤的、哦、的先行者啦，对对对，所以我还蛮好奇就是台中女中他们的动机然后实施方式跟 台南女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好，我是喜乐，我是台中高中的学生。我今天来跟学生运动好像不是那么严重关系，因为刚刚我们学弟有说，我们学校也在爆发当中。我要关心的是那个台中女中学生如何把这一场校园爆发的一个扩张到每个比赛，然后扩张到整个台中的各个高中职这样。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缺乏这种能力，就是。比方说，你现在常常你会没有持续性，就是运动如何延续？大家好，我是台中高中的学生，台中高中什么科？机械。好，很好。然后关于制服，我们学校只能穿制服进出校门，就是有体育课要自己另外带，然后上课才换。然后我们会透过班联会或者是班代跟学校反映。官方的驳回。我以前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因为我以前念台中高中，所以现在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变得很公平。好。你们知道民主可以在校园吗？只能知道什么程度？好。那个，我名叫玉轩，然后我会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接到来自我高中天文社学姐来自高雄的委托，所以我就来了。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我想来看看现在的高中生到底进化到什么程度。进化？好了，那人家不进步一样，这样有点那个相对的一些问题。对啊，然后反正刚刚讲很多，就有唤起我高中的回忆，因为我高中说是那个就是丽人高中，就是那个买两份早餐就要被罚被记过来。所以太饿不行，对不对？买两份早餐是有错的。就是一定会带两份以上，或者是他就是不希望你让同学买啊。对啊，然后所以就不能染头发。我不知道现在早餐可以管这么宽吗？对啊。然后再来第三个点，就是我想来看看我姐姐她那时候传说中的女中小短裤到底有多厉害。女中小短裤就有多好穿。今天很多人穿的很好。对啊。等一下你可以试一下，就我这样。来，我们请隔壁的同学。嗨，大家好，我是彰师大地理系的同学，然后今年是大四，然后我是同事绿色盟志工，然后绿色盟要讲全名让大家知道，绿党社民工商服务，绿党社民党联盟志工，然后我同时是台中二中七字头的学长，然后当年我记得当年就是宝琦姐姐还在的时候，女中的分就是服役的禁好像还没有那么严，二中也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我高三那一届开始，就是越来越严。然后，对，然后我想要，然后我明年进到就是教学场域之后，我想说能不能在就是体制内进行可能改革或者是冲撞之类的。体制内改革都通常会比较辛苦一点。对对对。对，大家好，我是台中一中高三的学生，我叫徐毅。我来这边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是我觉得在报纸上面跟网络上，我能够了解到资讯太过于破碎及片面，所以我想要能够亲自到现场来看，能够了解更多东西。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我本身以前高二的时候是学生会，所以在跟学校交涉方面的，就是也是有一点点经验，所以我想看，就是说他们在这方面是怎么跟学校做交流的。好。学生会也是校园民主很重要的一块，可是学生会扮演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就是变得很重要了。
校园里面，我们可以多讨论。大家好，我叫王杰，我会知道这个主题是在新闻上看到的。在什么看到？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新闻媒体。然后刚好受邀是前阵参加一个志工活动，刚好认识了陈子璇，所以我来请他一下。好。然后因为这一集让我想到，18年前我还高中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可以穿运动服进出校门，为什么现在小孩不行？所以我很好奇，现在小孩他们要怎么争取他们的？我是台中女中1年级赖燕芬，然后我会来这里就是，老师对，推荐。然后就是我也对这一题很关注，因为之前投入那个行动的时候，就被说是激进分子，所以我想来践行一下。所以从事你看真的是革命啊！你们只穿短裤就变激进分子了，真的是革命。大家好，我是中兴大学历史系4年级的吴教授冠良，然后自己本身是嘉义的，然后就是我自己以前高中其实基本上根本女生根本没在穿裙子，都在穿裤子，吓死我了。然后我妹读那个艺术高中都是在穿便服的，就是没有制服的那种学校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好奇说。女中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制服的重要性？这样 OK， 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那我毕业于那个朝代高中，我们学校有马进、车进、马进、马进还有，是不能太长，还是说不能太长，颜色也不能。穿制服的话，应该要搭皮鞋，不能搭其他的鞋。啊，可以染头发吗？不行，也不能。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学生的权利效应。大家好，我们叫陈嘉庆，然后国中毕业于，因为他是朝代毕业，那我毕业于让我很有感触的味道中学。男生女生楼梯分开走，然后鞋子分开走。我那个时代，2003年，现在不晓得。然后2006年就读于蔡炳坤校长统治下的台中一中，然后大学念了台大法律系，可是学到最会的事情是乔事情。研究所念，你有比那个王金敏会强？没有，太少就轮到这里了。研究所就读法研所，公道博的。然后加入台大工会，被学校行政视为叛党。那但是3.18完，我们法律系的学生要去全国办说明会的时候，他们又很高兴。所以说要利用那个跟学校行政之间的矛盾，他们觉得你是工会很烂，可是你跟他说我们要去推广服贸易，他们又很高兴。对，要运用他们矛盾心态。好，分享结束。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女中高一的，然后我是个蛮随性的人，因为我就是刚好看到这个活动，然后就悄悄回寝室来了。然后对，因为我那个摄影机往那边走，不要对，然后因为我也是个蛮闲的人，像所以说那个之前学校的那些会，然后刚刚学姐有在那个302的那个。就是有大概讲解一下，我是唯一的高一，然后我就默默的去了。然后其实我是，其实我对短裤这件没有，就是说特别的有感触。我只是非常，因为刚好发生在我们这边，然后我很想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也很想要了解到说学姐们他们这么认真，他们在想什么。然后我也想说，我能不能以他们的想法，然后来去做一些什么？对，好。大家好，我是台中中高三的学生，我叫彭玉文。彭玉文，今天会来方面就是为了，就是冲着两位讲者来，就是知道你粉丝。然后玉文他自己也有写一篇，放在我们参考资料。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一直都很关心学生议题，然后就自己在这个议题上面做一些考量。所以今天来就希望能够就是了解更多这件事情的发展史，这样。谢谢。好。大家好，我是陈义良，我是生意人。很高兴看到学生啊，勇敢对权威跟体制的挑战。好，谢谢。看看，下一卡。后面有吗？舒爷。哦，今天这是大家来追星的概念吗？我是来追星的啊，那前面那两个是我的偶像啊。很好。我是那个
个小绿绿的老师啊。小绿绿的老师，我们台中女中的老师。还有谁？还有谁没讲到的？快点，好，快点，罗西干。大家好，我是小奈。小奈是我们折舞的志工。还没有人没讲到的，我们后面有同那个那边，对，等一下我们传教官，快点啦，好了。我是高三生，然后我专门路过折舞，好。你后面旁边后面那么好。大家好，我是林欣，然后我目前就读东海社工，那曾经是来自台北政大附中。然后一所曾经号称没有制服、没有制服学校，没有制服，对，哦，好好哦。直到我第二任校长上来以后，推动全校运动服，所以今天我想用返校的方式听听中女中他们你们的整个这样抗争的历史，谢谢。好，很好。直接来，你要是林敏。大家好，我是林敏哦，我是台中人，然后是五学生的。大家好，我是居民，然后我现在目前就是因为这个议题其实说真的，因为我离高中也很远了，那其实说实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因为我是七年级生，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制服这个部分就是管制的，就是不像现在的同学就是很敢勇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那我觉得就是很有勇气。好，谢谢。大家好，来自新民高中夜校。新民高中，对，那我以前是大明高中的日校，然后我是从高二的时候到高三转到夜校，因为我在学校有一些想法，但是其实在学生之间还有老师都觉得说我想法太过于，就是应该觉得说不要去抢这些突破规则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离开校园去社会中去寻找一些解答。也很好，我周遭有朋友说，全台中最好看的高中制服就是新民高中。大家好，我毕业于台中女中，校友，学姐。然后我是东海大学的校友。我也是东海大学的校友。我第一所任教的学校是立人高中，然后我女儿是念文华高中，那我现在任教于新竹女中，我是公民科老师。那我今天会来这里是受我女儿之托，她在明尼苏达大学念博士班，因为她很关心这个活动，那要我呢，所以今天专程从新竹过来。对对 对, 对，一定要亲临现场，一定要。太感动了。光看这个 FB 呢，都还就是还不行，就一定要来现场。那现在心里呢还是砰砰的跳啊，就回想呢，就是说以前我念高中的时候，从来不会有第二想法，就是学校怎么规定我们就是怎么穿怎么做。那么有感于呢，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好多好多的主流媒体，那主流媒体呢，就是有一些新闻呢，他们可以呢由他们来主宰，那可是呢又有很多很多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改革的一个动力却来自呢非主流媒体部分。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现场就看到很多很多的种子在这边呢慢慢的在发芽着，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参与大家，谢谢。谢谢。我们新竹也有折舞。哎，对，大家好，我叫曾博文，然后有些人只知道我叫刘本金，然后我是台中一中22年前毕业的，然后现在也在东海任教，然后因为我这几年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如何能够再深化，社会的维系如何能提升，然后我想这个事情发生在就是民主预备军的最年轻一群高中生是蛮有指标的意义，然后我也想说过来见证一下，如果不是说这高中生二十几年来进化了多少的话，那至少看看不管高中的环境或者现在高中生有多少变迁。好，谢谢。博文其实在很多报章媒体都有很多的这个写作，然后很平易近人，然后也有很多很深刻的一些分析，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小红帽，那我也是台中女中的20年前。对，然后
管了13年的那个鞋子、袜子、头发、指甲，我决定不干了，所以我今年辞职，辞掉国中老师的工作，然后现在什么也没有。嗯，这样很恐怖吗？还有你这么久，觉得最大的成就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最后成为无业游民，这样人生这样的自由，对，谢谢。大家好，我是刘星。我只是今天晚上没有被约出去，所以我就来了。欢迎大家，如果礼拜五闹单的时候可以过来。介绍。我是我叫廖家顺，我是这个礼拜五的指导。有没有人听不懂台语？都听得懂，好，继续。介绍。这个礼拜五的指导。我阿公高中我是来，阮读的时阵拢改行，所以我嘛是甲唔底向教官因头做，但是我有一个方式，就是讲每年我拢会捡到表啊，每年我拢会捡到，人要注册要注册钱，我拢会捡到，当开年我就捡到。所以你因此致富吗？因为我拢会向记过啊，记紧到。啊，所以靠这来，靠这个报的，啊对啊，所以三遍的时，到刚发现讲，真奇怪啊，逐年拢在捡到，那太可怜了。然后，到第三年，不要，我就，结果，迄年的啥，操心咱就拢六十年，啊，所以，我那时代是安尼啦。有影响无？无影响，无嘛，吼，哎呀，嘛是毕业嘛。但是我嘛是活到即摆，活到好好。阮的时代，伫戒严时阵吼，阮对学生啊98%-99%拢无像安尼，因为可能我教外省，所以讲我伫校读册时一直拢真够乖，所以有时啊，伫这方面，我的感受，因为就是阮已经甲戒严，其实吼，我唔看做阮伫这个学生啊，是啷个歹学生，但是。尾仔我经过戒严了后，我讲奇怪，我感觉伫争取真侪物件是对，只是无人含我徛做伙。啊，即摆发现即摆高中，你有人有另外想法，啊有人提出来讨论，啊有合作伙行动，我感觉真好代志，好感谢。好，谢谢，谢谢。啊，都知道过一点了嘛，哈。那其实待会哈，我们就直接，我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待会我们会请。